好，那个对于郑翔说的话，这一船的船员来。啊，我年轻的室友下趟可不要这么 TT， 还是 follow 那个领队所说的所有一切的建议。虽然你是这一团里面最年轻的，但是这个体力跟这个高原反应是不相等的，所以下次你再到这种高原地区的时候，希望你注意一点，祝你早日康复。地震好，我跟你讲，瑞吉是五星级饭店，可是我跟你讲，它的能量值是会吸你的能量的，懂不懂？我不知道你去游，不然我就把你挡住。我叫丽爽，我住基隆，我开海鲜餐厅。我知道你在清境上班哦，有机会你来基隆找我，我请你吃龙虾啊。我去清境，你要帮我安排，好不好？所以要加油哦，我们沿路的都帮你看了很好的风景，你要让自己永远都有泡哦。下次哦，一定要听先进的话，好不好？加油哦！地震，我一定会帮你这个忙，帮你吃，然后帮你看风景，早日康复。耗死了，同上。姐姐，老毒哦！年轻人还是不要太 TK 啊，双关语，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啊，来加油！先讲的讲一堆，要换到头上啊！我刚讲的，讲兄弟，我听你，他们都在骂你，我听你，乖，等你哦。玉珍啊，早日康复啊！希望我们在那个机场能见到你，看到你康复的样子。公文吗？拜拜。来，石玉杰。到美丽地方要请你吃龙虾，做陪，要健康哦。龙虾粉大哥，越说越有啊！康复以后好好干来钓。龙虾要吃下次再挑战一次，好，一点机会再来一次，那会更不同的体验。你是早就进口了。地震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个超火！我们心灵见哦，要健康，孩子们要对玉珍说什么？就是赶快恢复健康，然后就心灵见，就这样。好，压轴的快点，小飞坐这一。我知道要讲什么。快点，心灵见，去台北要请我吃。